火山火海火焰高，练了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们现在玩的是这个随机空岛啊，绿宝石我的，快快快快抢快抢，快快快！哎，我去，我得躲开躲开！哎呀，别挡着我呀你呀！哎我去！哎呀喂喂谁？哎我去！哎我拿呀拿呀！护妖专家，你啥活不干？你搁这撅着干啥呢？哎我去！我的！哎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妈！什么玩意儿？水晶！哎呦，走走走！哎我的妈！哎我的妈！我这扣着七个！哇哇哇哇！这个我要铺在我们家门脸上啊！我去，盯点时间啊，容易刷出来岩浆，一下烫死了，死亡掉落啊，东西它啥都没了。我去！25秒，24秒，水里边挖就慢是吧？我得赶快上去，上！哎，我怎么上不去啊？吓我一跳！谁放水呢？搁这儿啊？你是不是闲的？你干啥呀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干啥？你瞅你那个倒霉模样！你干啥？别人挖东西呢？哎呦我去！你是不是捣乱？我现在干嘛？啊！我被这空气气死了。不是你把水撤了，你这不捣乱吗？你干啥呢你？我看看啊，我把这个先糊上吧。OK， 这捣乱劲儿的。OK， 那你不耽误别人干活呢吗？净说废话，这是。哎我的妈！里边刷啥都不知道，你干啥呀你？玩玩就下道，真是！哎，我把家赶快弄起来啊 ！OK， 这儿呢，我打算先这么露着点啊。你看这刷啥都看不着，里边外星钻石你都不知道。OK， 好。不说这玩意儿会长出水晶吗？这也没长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这不闲的吗？成墓地门了。哎呀我真是，你是不是闲的呀？空气呀，你这样别人咋玩啊？哎呀，我开创造吧，我把那水给整没了。哎，我现在干嘛？建筑，哎呦我这个去的，这行吗？哎呀我，哎呀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呢？哎呀我这个去，好了吧？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这耽误事儿吧你这是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赶快闭了啊。OK， 铁挖不挖吧。快。铁是很重要的是吧？咱们拿吧。铁。还有19秒，小心点啊。我现在特别怕出来那个岩浆哎。我不要了，我有点害怕了。8秒 ，OK， 还有什么东西？2秒，1秒，哦，铁可以，还给铁，咱俩不能兵分两路吗？非得走一路吗？快！谁呀？我哎呦我的妈！
还有半分钟啊，半分钟，快拿。OK OK。哎，我的妈！还有半分，哎，不要了，赶快啊！我这房子没想整成水晶，我这还缺个书架呢，啥玩意儿？我没整明白，我看一下，嗯，这玩意儿能不能换经验？有点少啊，这个呢？青金石，这个 TNT 我给卖了吧？我看我现在17级啊，19级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拿吧拿吧拿吧，啥都拿吧。这玩意儿当个窗户其实也挺好的，虽然有点这个声音有点恶心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我去，粘液块是吧？能上去吗？上不去啊。这还有一个，放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，哎呦我，我上去，让我上去！哎，怎么这么粘呢？这个，哎，上不去呢咋？哎呦我去的！哎，让我上去！哎，我上不去，这怎么办？哎呦我去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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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可千万别出来岩浆啊！我身上还有钻石、玻璃这打不掉啊！哎，这玩意儿放在那哪里多好啊！哎呀，这挖不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把这拆了吧。这一块是不刷的，看到没？4×4是不刷的。好吧，玻璃咱也拿不了，咱也没有那个精确采集。这样吧，这有点看不清啊，有点。OK OK， 这呗，行，稍微还能看着点外边是吧？我这家是真丑啊！刷了吗？还没刷呢，还有18秒。我这缺个书架，我能不能附魔一下？青金石，时运效率二，效率二也行吧。哎呀，没有什么东西可卖呀，我再稍微再等级再高点就好了啊。这个就是扔垃圾。哎，妈呀，这个他不给刷没啊？啊啊啊！可是他这好少啊，这个也行，行个六啊，数量不行，这多的东西我也不敢试啊。他多刷的才多呢，是吧？这个行不行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个行吗？不行，就这个好使。那这个好使不？我试试啊！你用钻石的试一下，能行吗？哎，行哎！他给的多吗？一样的。那这玩意儿能不能弄多点啊？箱子行不行？啊，我的箱子！钻石的也行，那没有用。这啥呀？漏斗，漏斗我已经挺多了。看到没？这一点一点就开始没有用的东西了。木头镐子，两点。钻石的呢？两点，一样的，他俩，一点，三点，一点，三点。这经验值怎么给的还不一样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的猴年马月，这当当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样啊，我弄到30级，我手肉都秃了皮了的。那不行啊，这个没有多一点的吗？什么数量多一点的，把这卖了。这个要是好使的话就好了。给我扣走了，数量多的，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漏斗 ，OK， 哎呦我去，可以啊，这个呗，哎，这个能不能行呢？当垃圾扔能不能它无限刷呀？它是能无限刷就帅了啊 ，OK， 怎么变成咱们三个人奋战了？
回收的应该是有耐久度的吧？是吗？蛮耐久的，它不会收回去啊？是那么回事吗？那我用这个看看啊。工具类的都没事儿。这个为什么给三、四、三啊一五？你耍我呢？到底多少五？那这也不行啊，太少了。青金石试一下啊！啊，我的青金石啊，白瞎了。刷啥了？哎呦，书架可以，我正好缺一个。快快快！书本行不行啊？这个它这个数量还多，小心点啊！岩浆啊，刷出来岩浆废了，没人。人都哪去了？没人抢倒挺好，是吧？你这挨个卖呗，是吧？不一定哪一个好使了。妈，剩我一个人了，太好了。还有没？没了是吧 ？OK， 都回去了。我卖一下书杠呢。这样啊，变回120秒吧，太长时间了，空气啊，太长时间了。那我挨个卖看看啊。这个我留几个不？海绵也没啥用啊，其实。那我卖看看啊。书呢？哎呦我去的！哎呀，铁，挖吧挖吧。120秒太长时间了，就一直就得跟干等着。60秒正好，愿意等就等一会儿，不愿意等就不等。120秒太长时间了，一直得等着搁那儿。小伙伴是做个书架啊，我没有木头啊。不一定是120秒，我知道，这不都玩这么长时间了，都习惯了。你还再整个120秒，太长时间了。哎，走。试试附魔书，附魔的书啊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试试啊。青金石呢？我试试啊，有可能哎，那整个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不行，它数量不够，那不跟稿子一样吗？不好使，一块附魔，那不行，一本都不行呢，都不行呗，那就，他那一口就全附魔吗？不能，只能一本一本的，这也不行，我木头有没有？有没有木头？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信标都出来咋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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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信标不错啊，这玩意儿百家显得那么的有钱，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快点儿，快快快！哎呦我去，我这是不是应该附魔一下？现在主要是这个稿子和斧子有用是吧？别的插进。咦，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这个？拿这玩意儿摆家里边当那个摆设也挺好啊。试了附魔书包子，书架也试了。哎，这玩意儿能不能行啊？它能落落不能？九个，它要是行多就牛了。哎呦我太硬了。其实我有时候吧，我有点这个想法有点狭隘了啊，格局小了。其实我想试试这个能行不？我不知道啊，有点心疼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给整没了，那这个留一个呗呢。宝贝，我的宝贝放这儿了，我留一个，我把这个卖了看看。啊哈哈哈哈！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木头我需要。哎呀，我的个妈！哎，我做点奇奇怪怪的呢，用木头啊，比如那个什么什么，是吧？哎，等会儿啊！
哎我去，哎这玩意儿真坑人，这个蜜皮块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先做个书架啊，三级附魔嘛是吧？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先做个书架，这样书架，快来一个书架，好，搁这儿来一个，然后我做点奇怪的东西，整个碗看看呢，哎呀，这有点白瞎了吧？碗行不？书架先放这儿啊，能行不？做奇奇怪怪他不认识的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窗帘哪个造价便宜点，这个小凳子，我先来一点那个什么啊，来点小棍儿啊，然后我做点凳子行不，然后我卖这个，他可能不认识我估计啊。哎，他都给我吃了，这个不要脸的哈，我没有木头了，怎么还28级呢？我卖那么多呀？呀，完了吗？这不是啊？坐一会儿吧，是吧？面壁思过一下。那啥呀？炉子吗？卖什么都不行，现在暂时看就工具好使，可是工具就一个是吧，他刷不出来经验多少，他倒是无限的，你看这才这么点儿，没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一堆小棍儿能行不？小伙伴说的对，可能是啊，我估计啊，小伙伴说弄到最大，怎么弄最大呀？整好几把能好使吧，两把，然后做一个这个，他俩不能落落啊，主要是他不能落落，主要是哦，真是跟耐久有关系。那只能是工具啊，可是它就一个呀，这破玩意儿也没啥用，这个我也不愿意要了。按钮行不行？不是，它不掉耐久的都不好使，我估计啊，试一试吧，听你的。啊哈哈哈，都给吃了，啥也不行啊，我现在29级。那我拿这我这个钻石镐子这么贵，你是不是稍微应该那什么点儿啊？哎呀不行啊，你这个不能这样啊，只能是这样啊，没有什么快捷键啥的。哎呦我的妈，我硬拉到30级啊。哎呦我的妈。你看现在抢的物资就不怎么太多了啊，一开始多、啊、是吧，瞅啥都宝贝，现在开始就不怎么抢了。哎呦我的妈，39附魔一下呗，青金石油，这样附魔一下吧，精确采集效率3。哎呀，精确采集有啥用啊，精确采集哇，效率快了好多啊。这玩意儿好像都是不好使是吧，饭是跟这个耐久有关系的，掉耐久的可以。可是掉耐久的它也不可能批量刷出来啊。是吧，还有20多秒啊，小心点岩浆啊。我去。有那个什么就好了，有刷石机就好了是吧。这怎么不刷泥土呢，好奇怪啊。哎呦我去。哎呦我的妈。我去，钻石。哇哇哇。我去，还有钻石，这好事儿。哇哇哇。我去。钻石都刷太狠了，我去。可以。哎呀喂，钻石。
可是我这是个精确采集耶。对，一个梯子就可以，别的不用放啊。这谁呀？放我家门口了。我看我能卖点啥啊？嗯，这钻石谁敢卖啊？就算它好使，这可弄挺多。这看看行不行啊？啊哈哈哈！不行，刚好有时运。我整个精确采集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好像没什么鸟用啊。两秒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又是破玩意儿。这玩意儿也不能换经验，也没什么鸟用啊。哎呀，就是掉耐久的才可以啊。他把这个 bug 给补了，这个臭不要脸。你看啊，满耐久的都不行。哎，你干啥呢？没用啊，他都给扣回去了。啥玩意儿？没有什么好弄，丝线。哎呦我，好吧好吧，嗯，我看看啊，真是讨厌。